达邦公路169线28公里处，又发生巨石掉落路面事件。本所于今早在阿里山乡周族部落道路资讯脸书社团得知，于昨7日晚间，达邦公路169线28公里处又发生巨石掉落路面事件。所幸夜间无人车进出，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事件。在此呼吁行车民众，近日大雨不断，在169线达邦公路28至29公里处上方地质脆弱，常有落石掉落。欲请乡亲经过时注意观察山坡上方有无落石滚动，在确认安全时快速通过，以免发生危险。